四个好了，那么快。没想到我买到了，我上次就是没吃到这个、欸。我赶快了，很幸运，从来没有那么快。每次要排队抽号码，然后阿公不喜欢吃葱油饼，就我都去订葱油饼，超好吃。嗯，韭菜料有很多，然后它的辣椒还蛮辣的，有在附近的一定要来吃。他蛮喜欢吃这个，对不对？对。猫的毛哦，我觉得。很多掉的量是多的，嗯，换季的时候真的很可怕。你上到下巴，你就会发现它会把头靠在你的手掌上。它现在嗨了，你就手这样子放着嘛，然后靠过来，然后你就这样转。哦，这个角度。嗯，有没有？它就把手头靠在你的手上。嗯，我的头好小。感觉小脸已经出现幻觉。他刚在凭空抓东西。最高等级，它出现像笑容一样，它是一个就是有成就可以达成的猫。出现笑容，对，就是你到什么程度，它会有不同的表情。它其实算老猫了、欸，然后到这年纪还会玩逗猫棒，真的是太了不起了。他们一个九岁，一个十岁了，其实都算很大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十岁的阿伯，然后还在玩逗猫棒。对，我六十岁应该还继续玩电动。这跟电动不太一样，电动可以玩一辈子。这跟电动不一样吗？就跟他说，嗯。怕你摸，你不让我拍哦，要摸。啊，他想换人摸摸看，是不是？嗯，怎么摸你？你要玩这么棒吗？你怎么了？他要玩。嗯，他要。怎样？哦，他的舌头都好刺哦。他要带我去哪里？两个都跑掉了。因为你花心的结果，两边都不讨好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机会教育吗？对，你没有做好时间管理。人体试验第一回合。有味道吗？我蛮喜欢这口感的，真的。它吃起来就像草。好哦。路边拔的草，很像阿嬷会弄的甘草了。还是用这个做蒸奶给你们喝，青草茶。可以当零食。可以当零食。他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抢他的东西吃。我好吧，不好意思哦、喔。还不错啊。大哦。还好，不会很大。你最后就长高了。而且你还会穿东西。还好。这件其实不会大，差不多。这么一点。的确是可以再大一点，因为你里面可能会穿别的。那要我要出门才會。你出门买菜的时候。那穿比较厚那件也可以啊。刚开始秋天你不会想要穿到那一件。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哦、喔！凉咖啡的，咖啡凉，一大概就十一斤，好多咖啡豆哦、喔，你看。哦，很甜的。嗯，我觉得不错。怎么那么甜？对不对？这个是最前阵子很红，是泰国头等舱的美。还魂美耶。对。吃了之后就会还魂，算是几乎卖前三名的商品。欸、真的吗？那这个超适合。哦，太好啊！很黑糖，很棒。还有，这是他们限定的科莫吉。嗯，好棒哦！就一进货，客人就会来买很多包。哦，这烧腊酱看起来蛮好吃的。科莫吉，我吓一跳。酱料可以腌肉啊。也可以腌肉的，日式炊饭也可以用这一瓶，还蛮万用的。这近卖蛮好的，明太子梅奶啊。哦，好棒哦！放在面包上面烤一烤就可以吃，或是挤在那个马铃薯片上面，然后放在烤箱烤。寒天，我刚刚有看到，我拿给他看，结果他不动于衷。哦，黑麦汁，哥哥最爱。我也要一瓶，你要吗？好啊，买一个两，蛮漂亮的，买两个做纪念。那什么？梅子红茶，哎，好特别哦！这五倍水分稀释，你找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。对啊。明太子加在面意大利面上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买两个这个吗？你们把篮子塞得好满哦。对啊。大采购，这是给我吃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我有买一个抹茶的。对，我很喜欢吃羊羹。味道怎样？是我想对这有兴趣。这个蛋子好漂亮。对啊，这是我们家的那个招牌的。所以美国今年没有吃过。我觉得这件事讲的很。
很独特的。对啊，你觉得在哪里独特？就你会有点迷失方向。对，还算还蛮好玩的。很多副本，总共买了多少钱？很便宜。真的？真的，我们买这么大堆才2000多而已。我总买2000多的。便宜，其实2000多。蒲枝哦。嗯，他说他每一串都有两个，每对两串。每一串都有两个。每品啊。不错，这就是黑麦汁啊。好久没喝了。嗯，我觉得可以。嗯。不如红豆吗？你不要夹、喔。我在想要不要夹。你可以夹夹看，如果你不要吃红豆的部分的话，你可以就是留给我们吃。你喜欢吗？你发现了什么？汤匙吗？这是哥哥加的料。他直接把汤匙加进去。Oh my god！ 不错哈，我觉得还不错吃哎。那他那个哥哥不喜欢吃，是有点甜，没错、啊。那还不错吃啊。不错吃。好高科技哦、嗯、！Free WiFi， 座位旁边还有这个 USB port， 很方便哎，这个车。这样的话，我就住那边，可以种田，刚好。这边我 OK。现在买地基，该种田。取消，取消，取消，都取消。我们的没取消吧？哇，他这个很屌哎、欸，他这一套。他那个防护衣超厉害的。是美国更危险的地方吗？更危险地方，火星吧。哪里？火星搞不好不安全。要慢一分，有种380。嗯，那你觉得几分？有四，扣50分。老公，你是吃拉面的？对，我想吃辣的东西。就发现到好多店有一些店都还不错，然后因为疫情都没开。鸡块配卤肉饭，真的好吃。看你的脸就不太好吃，这什么口味的？鸡心拉面，它的汤就是。辣椒水啊！等一下，你可以喝我的汤看看。嗯，这汤头真的，就是阳春面加辣而已，像拉面。地雷，难怪他会继续开，因为成本很低。喝一口你的汤可以吗？好啊。我只想要尝试，因为爸爸那个汤喝起来有点怪。嗯、你是酱油对不对？对啊、他酱油，他只是把酱油，就是把汤煮的时候把酱油加进去，他不是炖煮的。对啊，不会啊。很怪。阳春面加辣椒油而已、啊。那你那个我觉得还比他的好一点。而且会辣。没有，他那个酱油真的把它弄得很怪。这家拉面出局，下次不会来。来吃两口吧，就大概这么多了。还是在弄吃。再喝一点我不喝。我们要喝。你尽量喝，那个汤真的不 OK。Oh no。Oh no。我今天挑智龙的鼎。你把那面放在火锅台上面。哎、欸，这个汤很高档，好不好？等级很高。好咸哦。这个汤就是只是，这只是酱油，然后煮开的水把酱油撒进去而已。对，就它就是这样的。我不知道他这样有脸端出这个东西。但是它是阳春面加辣油。那你有喝过他的吗？他那个根兰。它就是阳春面加酱油。阳春面加辣油。它就是这样子啊。这脚那么难吃，那我试试看。还 OK 了，这个煎饺跟那个比起，跟你那汤头比起来，就算非常厉害了。Sorry， 是他先点的，对不对？你跟着他点，还是他跟你点？因为我看他点啊，看着还不错，我就跟着点。你又不能跟着你？你踩地雷的功力又恢复了。对啊，这家真的是。没有，刚好那么多家，然后超级雷被你选中。你想要不要去买大麦克？早上就买。我本来是要那个点隔壁的意美，然后想说你吃的拉面看起来被他影响，因为那个照片真的拍起来不错。这是温的，温的，这样珍珠比较好吃。Q Q， 温的，这种烧麦是120，所以一颗是30块，一人吃一颗，一人1块钱啊。对，我们吃完就没有钱了，我们就吃这个。嗯，痛，你看看。
念。这个是美国人的舌头比较大。嗯、那你喝点红茶，温温的。那你吃冰。你的汤鸡汤如何？还蛮普通的。普通你就感到感谢了。嗯。因为刚刚拉面是很不普通的，推荐大家以后来这个地方的话，就去吃这一家。对，如果你吃其他家的话，自己加油，可能会需要挑刺啊，或者喝酱油加水，或是阳春面加辣油。我大都排的寿司啊，豆皮，然后我点什么？哦，对，我点了溏心蛋寿司。溏心蛋寿司，对，寿什么司啊？是刚才是一整个排骨便当啊，只是它拆开而已。你只要上次那个花椰菜放在鲑鱼上面，薯条的也是寿司，不是，它是薯条是起司。哦，吓死我！我想说薯条寿司我要揍人，溏心蛋我已经不行了，还薯条寿司。好，我放在这里。有什么感想？这片看起来超无聊。耶、如何？不差啊，很不错。你吃了吗？嗯，就烫青菜的话很方便啊。嗯哼，我没有加很多，我大概加可能这个瓶盖的八分满吧。我觉得蛮方便的啊，这个东西。嗯，看起来是海苔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可以配饭吃，真的假的？虽然可能是配饭的，味道很重啊，蛮好吃的。你这是零食吗？看起来是零食啊，是零食。还魂没有？还魂没有。你吃了就会还魂。这是什么？泰文哦。嗯，很好吃哎。对啊，很好吃。这我喜欢。可以配饭吃啊。应该早知道多买几包。饭呢？这太好吃了。这一下就被我吃完，这太好吃了。好好喝哦。好像我吃饱还魂没。它跟台湾的梅不一样，台湾梅会带有淋巴梅。嗯，还不错啊。是蛮好吃的。干的蜜还不错，黄昏梅不错。这个我强力推荐购买，这个也不错，吃了以后比较那个爽口。这个超强力推荐，跟那个我们用的那个沙拉酱一样，超强力推荐，超强推荐。真好吃。赶快去买10包回家。